盘点那些剧本都写不出来的爆笑一枚名场面二。粘贴墙游戏开始前，杨超越看着挂着的道具服率先示警，不信告诫的侯明昊毫不在意，然后就遭到了现实的毒打，差点当场去世。这表现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不可言说的痛苦。这个卡裆了，受伤了，男生的就死定了。我拒绝这个游戏。人形锦鲤果然名不虚传，当然遭受过同等痛苦的不止侯明昊，还有王嘉尔。看着王一博玩滑板时的帅气，王嘉尔也想秀一下自己，然后就遭到了致命一击。来，重新来一次，滑，然后收。没事吧？帅是帅，就是代价有点高。想耍帅却失败的还有黄明昊，原本在船边想来个帅气下水，没想到却贡献出了大型社死现场。有拍到吗？不仅有拍到，甚至还是360度连拍呢。